我妈又开始喂猪了。今日猪饲料配方，今天吃配酒的主食罐罐。新买的开罐工具有点好用哦。配酒罐头味道有点上头，不过小猫咪很喜欢。加和猎物营养液，日常补充抵抗力。猫草粉、综合营养粉、自由牛奶，搅拌成泥巴状。这个罐头是真的有点臭臭，下次戴口罩开了，越上头的味道猫咪越喜欢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下吗？加点小鱼鱼饼干，可以给猫咪磨牙哦。宠物专用的你不可以吃哦。20只猫咪的一顿完成了。每次都是我舔盘子，老人说用勺吃饭脸大，难怪我脸这么大。